爸，妮娜参加舞剧餐厅呢，听说是勇者大人在开庆功宴，请所有骑士喝酒，你要过去吗？嗯，我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每次都要爸爸唠叨。我出门啦，爸爸再见。妮娜，
为什么又失败了呢？每一次，每一次我都做不好。糟透了，这样到底有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没找对方法，是我太笨了。你呀，我不是真的在说自己笨了，你看这些药材总是混在一起。的确呢，这样就不会粘合在一起了。没关系啦。父亲，外面的雪好漂亮呢。已经足够暖和了。是父亲自己想堆雪人了吧？抱歉了。我知道啦。Thank you.
你来了，父亲。
Thank you.
我知道了，爸爸，生日快乐！冬天了，一定要注意保暖才行，爸爸可不能生病了。上面还有爸爸最爱的图案哦，很可爱吧？爸爸一定。爸爸一定又瞒着我偷偷练习厨艺了吧？我们一起吃吧。哇，真的很好吃呢。呀，居然还有点心，我再努努力。好主意，爸爸很贴心呢。咦？